凯特王妃无能替代，根本没必要带兵工作，梅根已经是局外人。英国王室现在缺少人手，两位核心成员生病住院，给了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可乘之机。但是不少王室专家认为，凯特的地位无可替代，不需要带兵工作，梅根根本没有机会分一杯羹。网友建议召回梅根和哈利，帮助王室渡过难关，但是却遭到了查尔斯的反对。即使躺在病床上，查尔斯依旧发号施令，禁止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回来。王室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，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人，哈利和梅根回来只会制造麻烦。因此查尔斯宁愿提前复工，也不想让哈利夫妇归来，这次的决定显然是明智的。这段时间苏塞克斯公爵夫妇也没有闲着，高调访问牙买加，简直出尽风头，但是却受到王室的严厉警告，让他们过好自己的生活，不要对王室成员的健康状况说三道四。哈利这次显然学乖了，并没有继续爆料和抹黑，而是送上了慰问短信。由此可见，凯特的情况的确不妙，整个王室都严阵以待，就连苏塞克斯公爵夫妇也守口如瓶。很多粉丝也为梅根鸣不平，认为他无论怎么做都是错的。发送慰问短信被解读为抢风头，低调又被视为冷血，对家人的健康状况漠不关心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凯特的地位根本没有任何人能撼动，她已经是未来的英国王后。作为最核心的王室成员，凯特的健康状况成了最高机密，难怪查尔斯带病也要去看望。凯特一直被誉为最美和事老，这次生病倒下，有可能会影响王室格局。事实证明，健康问题高于一切。哈利夫妇也很识时务，在关键问题上没有作妖，只是安静送上祝福。根据外媒爆料，凯特已经尽最大的努力调解威廉和哈利的关系，并且之前还取得过一些成效。只可惜梅根从中作梗，导致两兄弟彻底反目，王室 F4 彻底闹翻了。凯特无疑是和平使者，利用身份牵线搭桥，并且给予哈利关心和支持。如今凯特王妃生病住院，哈利也表达了自己的关心，并没有落井下石。哈利王子从小丧母，一直把凯特视为大姐姐，双方的关系很不错。只可惜梅根王妃进门后，妯娌爆发了严重的矛盾，两家人的关系彻底闹僵。如今凯特已经病倒了，如果哈利还有良知，就不应该继续爆料和抹黑往事，他们的恩怨早就该了结。凯特王妃这个时候很脆弱，需要的关心和休息。只可惜只要以后梅根在，两家人就不可能冰释前嫌，矛盾还会继续爆发。梅根不光爱出风头，而且还嫉妒凯特比自己地位高，心里不平衡，关系自然处不好。事实证明，梅根已经是局外人，不会得到重用。即使凯特王妃住院了，查尔斯宁愿重用王室旁支，也不给苏塞克斯公爵夫妇任何机会，看来已经铁了心要防范他们。资深王室评论员珍妮邦德认为，这个时候如果哈利抓住机会关心一下凯特，跟哥哥保持联系，很有可能冰释前嫌，显然梅根是不会同意的。